安尼讲，水歹无笔记，爱就较参事。交通部观光局进前传一支宣传台湾的影片，来宣传来到台湾旅游的日本人已经超过200万人的好成绩。影片的内容是日本新闻台报道，即马过日本各地民众有各种各样的行为，提醒大家都要特别注意。讲台湾镜头即马当咧大流行、大事件，即款镜头像讲挖到是为着珍珠婚礼，也够世界拢伫咧看册，另外够奇怪的。这个影片一个公布了，让大家笑到要变鬼。最新のニュースをお届けいたします。全国でさまざまな異常行動の見られる人が増えているとのこと。日本的新闻台主播咧报讲，最近不少日本人因滴着一款叫做台湾情的镜头，过来出现一挂怪奇的行为。ビールにタピオカまだわかるけど、ラーメンにはないでしょ。什么物件拢要参珍珠婚宴？不少日本人亲像为着珍珠咧生活咧，即落滴着台湾情的人，还会出现下边这款行为。具合が悪くて座り込んでるのかと思ったら、本を読んでいたんです。伫咧册店内底。就是讲是身体无爽快才会坐落来，结果是咧看册啦。另外还有这个手势，未少日本人嘛拢感觉安尼真趣味。六，阿罗哈的手。用手来比六，这台湾人常常有的饮食惯习，已经来影响到日本人。原来这拢是交通部观光局引传的一部影片，内底咧讲日本人烧珍珠婚宴，还有台湾人特有的手势。这些趣味五人的代志，这就是要来宣传来台湾铁佗的日本人已经突破200万人了。这个影片一出来，大家嘛感觉真亲切。书店看书，然后坐在地板上还蛮常见的。在数数之类，就会不自觉会把六这样比出来。我买饮料都会想要加个珍珠，对，因为可以咀嚼啊。他透过新闻叙事的手法，可以让大家对于广告有进一步的认同，而且呢有更深的印象。要拿这个影片的创意和质感，也引起热烈的讨论。这个特殊的行销手法，是不是会当真正来刺激台日两地的观光交流？这都要刷咧来甲看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